引き出しの奥に潜む愛しい我が妹、ボロい紙に書いたのは椅子は空洞。请我去他家里拼黑胶，五瓶半的顶加充斥情欲的味道，想起他看我的眼神曾经那样的真切，他却转身离开我，啊啊啊啊，我知道我知道他今晚不会回来，可我的心我的心却变得无比危险。哥哥呀哥哥，哥哥不要不要，哥哥呀哥哥，哥哥哥不要不疼我，哥哥呀哥哥，哥哥不要不要，哥哥呀哥哥，哥哥哥不要不疼我，哥哥呀哥哥，哥哥不要不要，哥哥呀哥哥，哥哥哥不要不疼我，哥哥呀哥哥，哥哥不要不要，哥哥呀哥哥，哥哥哥不要不疼我。愛もど二人が愛し合った部屋名所がん